国内各项重要演出及赛事，更于106至112学年度在国防部举办的全国高级中等学校一队竞赛，持续荣获3届冠军及1届季军的好成绩。这次参赛全体同学仍将秉持过去勤训精练的精神，期望能在本次表演中展现最完美的演出。
让我们再次以最热烈的掌声以及尖叫声，谢谢庄敬高职的表演。哇，不愧是曾夺得决赛冠军的队伍啊！这个技巧、创意，尤其是整。